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第三段，微光得业啊，微光得业，十种法门里面，我们看第二句啊，就是第二种，证得一切佛法普门陀罗尼。这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此总持能持诸佛普法，注得很简单，意思很圆满。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称为陀罗尼。这样说法了，怕初学的同学还是不能够理解，我们得用现代的话说，现在人讲啊，纲领，陀罗尼就是纲领，一切佛法的总纲领。它当中还加一个普门两个字，门是法门，普是普遍，一切佛法普遍法门里面的总纲领，总的原则，这个就是陀罗尼的意思。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对于认知理解越详细越好对于真正修行用功越简单越好把这个总纲领抓住这个重要这一句里面含义是在讲深广无尽，如果它里头没有普门两个字，那就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这个我们容易体会到戒定慧三学就是一切佛法的陀罗尼但是普门呢，那就是无量法门，每一个法门呢，都有它的纲领，都有它的原则。这个多了我们不说这个细的了。在中国佛教大小乘有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里面它都有总纲领，都有总原则、总方向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净土法门的这个法门的陀罗尼，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幸运行这个三条啊。这是净宗的总原则总纲领啊，称之为三字粮啊。那么如果说法门净宗里面也有很多法门啊，也不是一个，以念佛来说，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有观相念佛，有持名念佛，那这就是四大类了。每一类里面又有许多不相同的啊。单说持名，持名的方法也很多啊。有人念六字，有人念四字，有人念得很快，一句接一句叫追顶念佛，有人念得很慢，音调拉得很长，不一样啊。依靠的经论，经中现在有五经一论，这个经论当中任何一种都可以，都可以依靠啊。你如果依靠两种三种也行，无经一论完全依靠也可以，个人根性不一样啊。都能成就啊，都能够往生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我修的法门，我不要去勉强别人跟我修，为什么呢？根性不一样。选择法门的原则，那也有陀罗尼。那个原则，总的原则是什么呢？适合自己的程度。就是说，这个法门，他所说的理论，他所说的方法境界，我能懂啊，能解，能解之后才能信啊，这个信才叫正信啊。那么又还要跟我的生活环境要能配合，我学起来方便。最重要的是要功夫得力啊！功夫得力从什么地方看呢？确确实实学习之后啊，妄念烦恼啊减少了，智慧增长了，心平定下来了，这叫功夫得力了。那么在先前果报上来说，身体必定呢
比没有学佛之前健康啊，清安自在舒畅，样样啊能看得开，能放得下了，这是现前果报啊。你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他怎么不得清安呢？啊，身心健康啊。忧虑牵挂少了啊，境界一年比一年好啊，功夫果然得力，自己清楚，自己明了啊，境界月月不相同啊。啊，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持住要有定有慧啊，那个戒定慧三学重要了，决定不被外境诱惑啊，如果被外境诱惑你就退转了。初学佛的人勇猛精进，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啊，学没多久二三年大幅度就退转了很多啊。什么原因呢？里面烦恼作祟，外面诱惑力量强大，经不起诱惑这个原因是什么？自己没有坚守戒定慧三学，毛病出来了啊！如果这一生当中小心谨慎啊，真的是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一定要抓住戒定慧，抓住觉真境啊，抓住舍善啊，舍戒啊。我们今天不讲太多的了，我们只讲沙弥舍戒啊，尽量去遵守。为啊，一切时一切处认真的修学啊，学沙弥六义，学十善业道啊，学三规五戒，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不往生的。这个是在一切佛法普门陀罗尼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初学决定不可以好高骛远，决定不可以学好看啊！尤其是学院学教的同学，
学教就是一般人讲的学讲经啊。这个事情看起来容易，实在很难啊，不是那么容易啊。这一条路子是很长的道路，菩萨道啊！啊，初学的人最重要的守规矩，那个规矩就是总的原则纲领啊，要认真修行啊。为什么呢？你所讲的跟你所行的要能一致啊。戒心相应啊，心口一如啊。啊，为什么讲得好呢？因为你行得不错啊，你是从真正行文里面得到了心得了，展开经文呢，你做心得报告啊。这个言语是从你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它当然不一样嘛。啊，诸佛菩萨讲经是从真心里流露出来的，啊，你现在也用真心，借着佛的经教，把自己的真心呢也显现出来了，啊，自己的真心跟佛的真心不二啊，啊，所以佛法里面微妙的义理，哎，你自自然然能够吐出来了，不是你准备的，啊，你说出来的不是你预先设想的，没想过啊，自然就流出来了，道理在此地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经讲得好是真正的修行啊，真功夫啊是讲经教的依靠啊。啊，没有真正的修行，那个经教是道听途说啊，找一堆参考书，这个地方抄几句，那地方抄几句，凑合起来这不是办法。不但听的人听不懂啊，自己也不懂啊，实实在在的话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啊，也是个出家法师啊，啊，早年已经过世了啊，大概过世有二三十年了，真用功啊。我们同学当中像他那种用功的我没有看到第二个，确实啊，夜以继日啊，啊，学讲经，啊，收集许许多多参考资料，啊，自己把它抄集起来作为讲义。啊，在什么地方讲呢？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圆山灵吉寺啊，寺庙后面是个小山，他就在小山坡坐在石头上对这些树木花草讲，非常认真啊，
啊，一直到走也没能好好讲一部经。啊，我们是好朋友啊。啊，讲经要有法缘。啊，他的法缘比较差一点。没人请他。啊，听众不多。啊，最多的时候十几个人而已。啊，讲的确确实实，听的人听不懂。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方法错了。啊，他没有正式参学过。啊，讲经这一套规矩他不懂，方法他不知道。以为把许许多多注解本子抄集出来这就行了，这是犯很大的忌讳啊！我们学讲经，那老师对这桩事情给我们讲的很多啊！啊，为什么学佛要讲求思诚，不但学佛，世间学书，中国古时候都讲思诚。啊，思诚是一个老师啊，你跟哪个人学的啊？啊，一个老师，他是思想是一个路子，啊，无论他讲什么经，他自己所修学的方向、原则、门径，决定是一致的，不会换一个经的时候啊，就两个讲法，不可能的，啊，但是。跟两个人学麻烦就大了，学不成功的啊，那两个人的修行的方法不一样，对于一切事情的想法看法也不一样你到底走哪一条路？你找三个参考书就是三条路，找四本参考书那就是十字街头。参考书越多越糟了。啊，你讲的没错，哎，他怎么讲的？他怎么讲？他怎么讲的？到最后，我们到底依哪一个？无所适从啊！这个是讲经最大的忌讳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只学老师的啊，老师要带我们上路啊，我们没有上轨道离不开老师啊！啊，老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而且老师教学生初这个教初学绝对不是他在台上讲经那个方法教初学是教初学一套办法啊，完全是解释经上的文字，没有发挥的，没有议论的，只是把字面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啊，你去听，没什么意思。
啊，但是你要去找他的过失呢，没有过失。啊，所以初学佛的人最重要的要记住啊，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行家来听也会赞叹啊，赞叹什么呢？没有毛病啊，虽然讲得很浅呢，没讲错啊，啊，这个经确实嘛，有深讲有浅讲嘛，有长讲有短讲嘛，啊，我们是采取浅讲短讲，从这个地方入门呐，啊，只要自己有清净的信心，恭恭敬敬，把这个讲演学好。啊，听众不能把它看作听众。啊，你要把它看作听众啊，错了。啊，听众是什么人呢？老师、见学。啊，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在讲台上提出自己学习的报告啊。啊，后面有指导老师，啊，所以我们学讲经，啊，每一部经，老师是不会选大部的，都是选小部经，小部经又简单的讲。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一部《阿弥陀经》从头到尾讲一遍，从经体啊、人体、讲经因缘啊，到这一部经讲完，4.5小时啊，啊，一个星期讲一次，总共是5次啊。一次45分钟，啊，两个人讲嘛，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闽南话，好像是翻译，其实两个人用的是同一样的讲稿，啊，这个讲稿，口语讲稿，啊，在文学里称为口语文学，啊，它不是文章。它是口语，啊，一定要写出来，在讲台上照着这个本子，啊，不是念的，讲，要有表情，啊，所以这两个人不会讲错，同一个底本呐，啊，一次1.5小时，啊，1.5小时。1人45分钟啊，初学的时候哦，有人觉得哎呀这个枯燥无味啊，有味是从无味里面生出来的啊，你要一开头就想很有味道啊，到最后就胡说八道了，你就全盘失败了。事出事发了，没有例外了，这总原则总纲领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守啊，遵守对你决定有好处。
佛法在教学的总纲领里面，可以说是一切佛法普门陀罗尼了。佛在经典上常常讲的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那个诸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教化众生，无量无边法门，决定不离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三句，十二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诸位细细想想，戒定慧三学，戒学就是前面两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定慧也。断恶修善是清净的，平等觉是定慧呀。平等是定啊，觉是慧呀。这个是一切佛法总的讨论。所以这个陀罗尼啊，能持诸佛普法啊，他通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无边的法门，他是总纲领，他是总原则。落实在行门里面啊，像我们这个净土宗啊，信愿行三资粮是总原则，但是在这个前面敬业三福也是个总纲领。如果说一切佛法普门的总纲领，三十七道品也是的呀，无论哪个法门，你要没有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啊，这是基础啊，共同的基础啊，你不可能有成就啊。我在《弥陀经》里头讲过啊，三十七道品这一部分说得很详细四念处是放下了啊，是看破啊，四念处是看破，四如意足是放下，放下就如意了。
你不能看破，不能放下。佛门虽然广大了，你却不得其门而入，这肯定的。再看第三句，证得广大方便藏般若波罗蜜。清凉在这里住的比较多一点。即空设有，名为方便啊。四字全实双行，为不共般若，称其用之广大。这个是大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所以他证得广大方便藏般若波罗蜜化身菩萨啊，不是普通人啊。文殊菩萨所讲的十波罗蜜啊，这个我们在一般讲习当中啊都曾经说过啊，六度就好比六层大楼，最下面是布施，第二层是持戒，第三层是忍辱啊，后面就是上面的一定包括下面的，下面不包括上面啊，布施不包括持戒，持戒一定包括布施啊，持戒不包括忍辱，忍辱一定包括持戒，包括布施啊。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啊，方便波罗蜜这是般若波罗蜜上面的啊，这个波罗蜜实在讲呢，是从般若波罗蜜里面展开来的啊，般若波罗蜜代表的是根本智啊，后面这个四条啊是后得智啊，啊，这四条里头是方便、愿、力、智啊。那么要是十层大楼了，这是第七层了。第七层当然居住前面六波罗蜜了，广大方便藏啊，文殊十度里面的方便度啊，般若是称性的智慧，也是自性里面流露出来本具的智慧。波罗蜜，这是梵语，意思就是圆满。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圆满的广大方便波罗蜜，啊，波罗。
啊，或者称为厚德智。厚德智就是应用的智慧啊，这个智慧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注解里头说得好，借空摄有，名为方便啊。空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是空，根本智啊。般若经上常讲啊，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无知的般若是般若波罗蜜，根本智。无所不知就是后面讲的方便愿力智，无所不知啊。所以无所不知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从无知来的。你一定要先证无知，然后才能够得无所不知啊。无知是性体，无所不知是自性的起用，体得不到哪来的用呢？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大乘经里面常讲体相用啊，要是用十波罗蜜来讲呢，好讲，般若波罗蜜是体，后面四种波罗蜜啊，方便愿力智是用。相是什么呢？前面五条是相啊，般若这个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相，体相用具足啊！啊，这十度是一而十，十而一，它分不开家的啊！啊，所以每一条里面一定圆满具足其他九条。啊，他要不圆满具足其他九条，这一条就不能称为波罗蜜了，就不能称为了。啊，我们也修布施，也修供养，也修持戒，那算不算波罗蜜了？不算。啊，这一点千万不能够误会。般若波罗蜜是大乘菩萨修的啊，我们现在的程度连小乘须陀洹都不够格啊，哪里来的般若波罗蜜呢？啊，所以我们今天所修的全都是福报边事啊，啊，福报那一边的事情啊，啊，不是功德这一边啊，啊，是福报那一边啊，福报那一边不能出三界，不能了生死啊。坛经里面说嘛，此事佛不能救啊。此事是说什么呢？说生死大事啊，说脱离三界六道轮回的大事，
佛不能救，佛做不到。那什么能做到呢？功德能做到。功德与般若相应。佛得了跟功德是两回事情。相上好像一样，实际不一样。这个注子里头底下就说了，四则全实双行为不共般若。这说出来了。全实两种智慧啊。全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啊，是智慧啊，是实质的结用啊。这个里面的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这里讲的全就是方便愿力智啊，实无知啊，般若无知，全无所不知。全实是一，不是二，是双行。这叫不共般若。给谁不共呢？给全教菩萨不共，给声闻缘觉不共，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没有，哪里有呢？一真法界。能够全实双行在这个世间实现的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在九法界实现的，都是全实双行啊。这决定不是九界众生能办得到的。怎么叫全实双行呢？在日常生活工作接触大众，跟世间一般人完全没有两样。这是全啊。实是怎么样呢？相上虽然有啊，心里头啊痕迹都不沾，这是实。这些菩萨有真智慧，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眼见色，耳闻声，办事帮助九法界众生破迷开悟啊，断恶修善啊，做种种实现啊，他是演戏啊，他不是真的。他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
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实。啊，照做，什么事情跟大家一样做，心里头痕迹不露，所以这叫做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坐跟无坐是一不是二，啊，无坐实质，坐全质。全实不是分开的呀，它是一体呀。九法界众生做不到，法身菩萨道家慈航到九法界来表演，来做样子给大家看。啊，他确确实实是一丝毫的不沾染。他所实现的真的是得大自在啊。啊，这叫做不恭不辱。我们学佛，特别是学大乘，那又想我们是凡夫啊，业障习气都还没断，我到底应该怎么学呢？这是很严肃的课题啊。我常常劝导同学拓开心量啊，从这里下手，量要大了，要能包容啊，啊，不可以小心眼呢，小心眼是决定不能入门啊，入不进去，心量也大，起心动念为正法久住想，为帮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想，不要为自己想，啊，如果为自己，你应当常常观想自己的身心跟整个宇宙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你常常做这个观想，这个观想好啊，这个观想真的与事实真相相应啊，也就是说与自信相应，常作如是观呐、啊。心是虚空，是法界；身是刹土，是众生。啊，把自己的身心呢，完全跟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这个想法好。啊，一般人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非常困难。但是常作如是观的人，
跟同学们说不难啊，慢慢这个心呢真的扩大了啊，跟宇宙合而为一了，还有什么东西了？没有东西了，化成一体了啊，不必放下，没有了啊，还用得着放下吗？这是我们初学啊，这个学习全是双行，不功薄弱啊，凡夫也能学啊，学得不够真实，相似接近呢，受用无穷。好，现在时间到了。